这马上也要塌了，赶紧离开这儿！我事情有错，你们赶紧出去！子然，你别任性了，你离开这儿！林总，你没事吧？ 杨子良，我们战败了，我是帝国的军人，请给我点尊严。你在我们的国土上跟我谈尊严，我告诉你半天，我们的国家酷爱和平，但也绝不惧怕战争。如果有一天战争再次来临， 我们依然会殊死反抗。我也要尊严，我现在要回中国人自己的尊严。